看到这个沟里都是人，大人小孩满沟都是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大姐突然上去拉着我的手，哎呀，她说我看到你们呀，我就放心了，然后一直拉着我的手，那个眼泪都要流下来了。我站在外面。来来来来，后边给你抱过来，抱过来，别乱走哈，一定靠着护栏走哈。来来来，我把你拽过去，走走走，上去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走走走，靠边，靠边。你们上车走，不了就我顶着。我们还有车。这个说一下，咱家这个酒精能够在这个这么热的天能够及时的出警，及时的帮我们解决这个困难，保证我们这个家人的安全。在这里，这个深表感谢。